十方法界电视台其实一直都从事的就是透过电视弘法的方式，把佛法善的因缘能够传播到这个无远佛界啊，那是非常能够利益众生的。那当然在透过比方又能够请很多的法师讲经弘法当中，又可以修智慧，是一个福慧双修的好的道场。那这样的一个道场呢，是需要大众来共同支持，所以呢希望大众都能够来护持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善的事业，也希望我们十方法界能够长长久久。